糟了，被发现了。那个，我们只是想找出路，并没有打扰这位仙女姐姐的意思。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你们知道她在哪里吗？啊，你说谁？夜雨，也许她知道出去的办法。快跑啊！我去问问她。这位仙女姐姐，你知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出九州？我们大家，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你要找谁啊，但是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都说不知道，既然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你们可以去死了。这女人是疯了吗？我们哪句话得罪到她了？怎么又是这些石头人？这些石头人远比之前的那些还要强，大家准备御敌。金叔，快出来解决他们！怎么这个时候没反应了？不好！金叔，金叔，快出来呀！慢！你要找谁？我能帮你去找他。你能帮我找？没错，我肯定能帮你找到他。你身上有股熟悉的气息。接下来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夜雨，仙女姐姐，你信我没错的，在这九州之内，谁不知道我最擅长找人了？不信你问他们。快配合我呀！对，相信他，相信他。好，你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。他有什么特点吗？不知道。那他是男是女？不知道。这女人故意玩我吧？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找人？不管了，没问题，就算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能帮你找到他。不过这事儿我一个人就能解决，你能不能让他们和在门外等我的朋友先离开九州？可以。梁不凡，快带其他人从传送门离开。这是。过了这扇门就能离开了，你们赶紧先走，万一他突然反悔就来不及了。那怎么行？要走我们一起走。别人走你还不能走。放心放心，我不走。你们留在这儿帮不上我的，不如先到外面等我，我留下来和他说几句就好，马上就会跟上来的，别担心我。万一没能跟来，就去阴阳学院找我们。那是什么地方？等你出了九州就知道了。小诗诗果然对九州之外很了解。杜兄，他们就拜托你照顾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了，你快点跟来哦。夜雨，你千万小心。好，保重。记住阴阳学院。我记住了，你放心吧，你们先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他没注意到我，不如……关得也太快了吧！你把门都关了，我还怎么帮你出去找人啊？帮我找到他，只有你才能帮我找到他。是是是，可是你又要我找人，又不让我出去。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位仙女姐姐，你把我留在这里，我真的没法找人，还是打开传送门把我送出去吧。你不需要传送门。
兽大鹏，骑上他，他会带你出去。也行吧。不过仙女姐姐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你看这任务这么艰巨，万一我出去了以后还没找到人就死掉了咋办啊？要是我能变得比现在更加厉害，那找人的时候不就轻松多了吗？提升你的实力不难啊。哎，这我的金书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别动我的。这东西还不完整。